好，下面再来介绍一下这格拉斯曼树的微商。我们约定微商顺服是从左作用，就是从左边作用，其实就是左导数，右导数反正就不用了啊，约定。微商顺服。比如这个 partial theta i partial theta j 啊，那这样一个东西，你就把它写，我其实是第一位，从左边作用你看 partial theta i j 啊，行吧，反正 theta j theta i 是吧？从左边作用，哎，这个东西什么呢？等于 delta i j。约定这个微商算符，嗯，就是格拉斯曼树的微商算符，其实这里指的都是格拉斯曼树的微商算符，跟格拉斯曼树也是反对义的。以这个西塔 K 反对义，并且莱布尼兹法则仍然成立，就是微商的莱布尼兹法则仍然成立，就是对每一个因子分别求导这种。例如啊，比如这个 partial theta i 这个 theta j theta k 啊，可以写成啊 partial theta j partial theta i 啊，乘上 theta k。然后第二项的时候，你要作用于西塔 k 的时候，你要越过一个西塔 j， 所以你要跟它交换，所以减要交换是反对义嘛？西塔 j， 它是西塔 k， 它是西塔 k 啊。对，这格拉斯曼数的话是这样。如果你是普通数奇数的话，是跟加，因为它没有反对义的性质。当然，你如果没有起这个约定的时候，你这个左导数你要作用于西塔 k， 你可以另一种思考，就是将它交换到这边被它作用，是吧？也是一样的，你跟它一交换也会出负号，然后被它作用啊，就是就近法则。
求道一定要究竟法。内向，哎，本当以德尔塔 IJ， 这一项本当以德尔塔 IJ， 对，它可以写成德尔塔 IJ， 西塔 K 减气，德尔塔 IK， 西塔 J。然后，第三点是就是微商算符啊之间啊，对格拉斯曼数的微商算符之间是反对弈的，这个可以证明啊。由这个帕舍西塔 I， 这个帕舍西塔 J， 这个是反对弈的。这个这个论断不需要约定，我们可以证出来啊。比如你这种反对弈子啊，你可以把它那个，它其实两项嘛，分别是吧来考虑。帕舍西塔 I， 帕舍西塔 J， 它作用于什么东西的时候非零呢？你至少里面含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这种生成盐的这种沉积，是吧？我们就干脆就考虑两个的时候的那个二次项啊，二次项，比如作用一个西塔 K。西塔 L， 所以我这个证明也是一个简化版，就是证明它这个东西作用于它，等于另一项，它的这个反对弈部分作用于它们是反号的，可以了。不去做，你如果正负等式，你要作用于任意的东西，这个是成。但我觉得已经够了，因为它如果作用于少一两个的时候肯定为零，是吧？然后作用于多一两个的时候，也是类似的，其实也是类似的，你三个你去试试也是可以生出来的，可以说明问题。就是这他们是有就近原则的啊，它这个导数更靠近它，所以它要先作用，等于它是。这本就是某个什么油啊什么，很不好写。然后这个帕舍西塔 K， 帕舍西塔 J， 减气，帕舍西塔 L， 帕舍西塔 J。你第一个作用于这个，就跟我们前面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贴之前还有个西塔 L， 所以它等于德尔塔 JK 乘上西塔 L。减去德尔塔 JL 乘上西塔 K， 那西数的话，德尔塔这些都是西数嘛，可以不用管，然后你直接越过它作用这个东西，所以，下一步就是等于德尔塔 JK， 德尔塔 IL， 对吧？
delta i 减 g， 这个是 delta j l delta i k， 是吧？所以就得到形式，这样的形式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把 i 的部分写在前面，直接放在后面啊。所以你再等移一下，等于 delta i l delta j k 减 g delta i k delta j， 是一样的。好，同理。是它的这个这样交换一下的这种那一项 partial partial theta j partial partial theta i， 你作用于相同的这个东西 theta j theta l 的时候，是吧？你得到那个等于 delta i k delta j l 减去delta il delta jk， 所以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是反号的，是吧？以上是反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，虽然不是很严格，但是够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是吧？二手西塔 i， 二手西塔 j 就等于负的这个二手西塔 j，也就是说他们是反对的、然后从这个出发、我们下一步就有一个推论、推论就是对格拉斯曼数的二阶导数为零，平方 partial theta i 平方等于零，这个就是可以根据前面的这个论断推出来。由于，比如就是 partial 这个 theta i， 它跟自身反对应。方为零，是零呢等于这个的平方，它的平方啊，其实就是二阶导数，对吧？对，就证出来了。还有一个关系是。还有一个关系就是用一个 partial theta i theta j 加上 theta j partial theta i 等于 delta i j， 或者我们把它写成反对意思的形式，就是 partial theta i 跟 theta j 的反对意思等于 delta i j， 这也可以证明出来。就是这其实是一个算符等式，它右边还可以有那个黑箱子，
我们这儿可以真的很严谨 proof。 比如就是这边的这个第一项，他说 theta i theta j 点点点，就是在右边假如潜在有东西的话，我们就放在那等你，根据莱布尼兹法则，他说 theta j他说 theta i 点点点，然后他俩交换减去 theta j， 他说theta i 点点点，对吧？哎，这一项不是那个等于 delta i j 吗？是吧？等于 delta i j， 然后把这一项挪到等号的这边，挪到等号的这边，就是他说 theta i theta j 加上 theta j 他说 theta i点点点，就等于 delta ij 乘上点点点，这个点点点我们一直没有对它做操作，是吧？就是可以，你可以把它去掉嘛，是吧？这样就证出了这个范弗等式。